揸咗个头罩，共同胜利。咁啊，除咗个头罩，睇出就把持要封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八场三班千二米嘅短途赛大热，暂时显示系九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，前面快闸假影精英相当快闸啊！咁啊，见到第二位大外档咧就胆大威猛啦，咁啊灰马咧就系呢只竞技勇士都不敢怠慢，系咁骑啊进占第三位，第四位顺势赢。咁啊，见到外边位置嘅马匹咧，咁啊有呢只刀柏明驹蓝眼罩啦，马林中间神气飞马，有型有福啊！起进区亦都喺个马林入边嘅黄衫黄帽啊，内栏黑衫咧仲有场场精彩啦，咁啊足金好球啦，响后啲嘅马外边粉红帽蓝衫威威心得，尾三六三咧就共同胜利啊！后边两只。池耀峰蓝衫啦，褪来包尾宇宙英雄啊！好啦，转弯入直路啦，前面占先仲系胆大威猛啊！竞技勇士咬住佢啦，外边位置仲有刀柏明驹啦，咁啊第四位嘅马都相当接近噶，咁啊内栏位置嘉应精英啦，咁啊外边追啲威威心得啦，马林中间白鼻箍咧，咁啊粉红衫嗰只就顺势赢啊！后啲嘅马先见到足金好球啊！最后二百米啦，竞技勇士压住咗入边胆大威猛啊，外边仲有刀柏明驹啊，第四位就嘉应精英啊！最后一百米，竞技勇士仲系占先。胆大威猛一路缠住佢，外边有刀柏明驹接近终点，竞技勇士一路压住胆大威猛，胆大威猛上翻嚟，鸭掌鸭落，好接近埋边，胆大威猛出边，竞技勇士好近好近啊！真系斗足最后三百米，一号咧打紧车轮边左手潘顿赢唔赢到啊？竞技勇士埋边胆大威猛，第三名刀柏明驹，第四名嘉应正应。啊！睇条线啦，最后咧一号嗰只竞技勇士潘顿系咪赢翻场啊？到先啦，咁啊跑第二名咧就系九号胆大威猛啦，波件事。第三名十四号刀柏明驹贺铭年，第四名咧就系七号啦，嘉应精英史卓峰啊。初出马足金好球都跑得唔错喎，一路短咗啊。好，潘顿，哇真系又得喎，落翻三班，今日咧成日二三三咁啊。有惊无险啊！一号、九号、十四号、七号啊，一分零八秒五九，鸭上鸭落嘅都系啊！啊，你一步我一步咁啊！因为胆大威猛，你睇落去力弱咧，最后又掉翻上嚟喎。因为只一冲到咁上，又差唔多噶啦。上季赢一场又系好掹水，又系咁啊！诶，最紧要赢啊！潘顿终于有马赢啦！唉，等咗好耐啊！不过呢只回飞羊去到九十三个半啦，睇下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一号竞技勇士，独赢九十三个半，位置派二十九蚊；跑第二名咧九号胆大威猛咧，位置派十七蚊；跑第三名十四号刀柏明驹嘅位置派一百一十二蚊；跑第四名咧七号嘉应精英，连赢一搭九派二百一十个半，位置 Q 一搭九派八十二蚊，一搭十四派六百六十四蚊，九搭十四派三百零八个半。单天一号、九号、十四号批三千三百一十三蚊，而重彩一号、九号顺序批三百六十九蚊。临尾都柏明区落好多飞啊！三重彩啦，一号、九号、十四号顺序批一万七千四百二十八蚊。呢场真系前面嗰几只啦，所以最吸引嘅系捉追翻好多。小心啲读好马名要。震下屁先，潘顿啊！哇，啱啱好你赢得，同呢件衫又好有缘嘅，赢好多。白布穿云衫啦，唔同主啊，白布穿云啦、啊，啲季尾会唔会跑翻得好啲啦？
三九预计派彩啦，升出咗入 A 二价嘢半二满26.5。啊，叶彩航部署都部署得啱啦，一落班咧揾翻潘顿啦。马房嘅搏杀工程，系啊，公式啊，可以讲。咁你有个公式有93.5都几好喎、啊。难得呢只马年纪大咗都系一落班啊，交得咁准啦、啊。咁大威猛都已经唔错噶啦，讲真，初次上嚟挑战啊。四连环宇嘅派彩一号、七号、九号、14号派4262元。四重彩宇嘅派彩一号、九号、14号、七号顺序派120725元。啊，姚本辉啊，444啊，第二啊，呢只系输埋影相啊，睇下张相。唔系几好彩啊！短码头，嗱，保件事都拣得啱啊！九型精英跑翻第四啫，睇翻长廊影片。好啊，准备妥当，起步咁啊，大家都并排约出噶，加型精英都算好积极噶啦，即刻抢个栏先。中档位置潘顿都系啦，嗰只灰马排到个九档咧，几快杀到个食虎位啊！咁啊，保件事都不敢怠慢嘅，担大威猛放出嚟跑啦。外边贺铭年就好随意嘅啫，即系只马有嘅啫，咁一路顺住咯，三搭就三搭咯，嗰只刀拍名区，跟住中间就神禧飞马啦，白比姑就顺势赢嘅，走外搭咧就有型有福啦，另外大外档威威心得咧就蚀唔起啦呢啲马。中路位置見到嗰只就係喜進區嚟嘅，後面就共同勝利足金好球場場勝利啦，包咗尾就宇宙英雄咧同埋池耀峰。呢場時間係比較慢㗎，我兩段加埋就同標準唔差遠，但以今日場地計咧都係屬於偏慢步速賽事，我所以都解釋到點解呢場後面嗰扎馬咧都追得唔係好好啊。咁前面嗰只原來波仔嗰只放得唔夠快嘅，因為佢以往跑得好咧，都一再證明係蝕快步速之下跑得最好嘅。今日佢又冇用呢一招啊！你話放翻曬少少啦，而今日個場地咧就分分鐘有機會到嘅。依日就冇咯，就已經俾潘總嗰只咬住啦，人哋嗰只班底高過你，得你都合理噶。反而順勢贏咧，可以再近啲嘅，唔抵八搶福榜完畢啦。位置 Q 一搭九派82元，一搭14派664元，九搭14派308.5。三甲派彩胜出咗 A 二价嘅半二满派26.5。二重彩一号、九号顺序派369元。四连环一号、七号、九号、14号派4262元。四重彩一号、九号、14号、七号顺序派120725元。孖宝啦，头关三号尾关一号派306.5，头关三号尾关九号派21元。分段时间头段24秒16，第二段22秒正，第末段22秒43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08秒59，快过标准时间5线左右啦。